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在十月十七。根据同事的记载，讲这明仔在位哦，第一加北方，何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哦，下在开工甲拆衫哦。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哦，咱做回来关心。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李水藻水节，来自北中南的参赛队伍，是以国小国杨金派中班哦来参与这藻水。这村沟内面哦，藻烧了，不管是少年的，也是许大囡仔，拢参加真欢喜哦。甚至有队伍是甲规组这泡茶器具摕来哦，拿藻拿泡茶是真趣味。曾水水来藻水是今年藻水节的特色。参赛队伍精心打扮，用创意来展现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的精神。饮水思源要传承古代老祖宗的智慧哦。今年的中华藻水节甲往年上大不同，就是创意藻水嘉年华竞赛，有来自国内以及国内外团体热情参与，用行动造出对土地感念，用创意秀出心中的热情。这是咱全台湾大家感觉真有意义的代志，咱开放全国组队来参加，有一个创意跑水竞赛，大家呢装水水啊，要做啥物？来造水，装水水来造水。主办单位表示，丽水的造水节活动主要是要用来纪念三百年前先人开垦八宝圳的辛苦过程，嘛要让后代子孙会使饮水思源，感念先人的付出。这就是要将咱中华人饮水思源头、食果子拜树头的一个精神啦，啊，甲伊发扬光大。所以咱每一年呢，拢办这个造水的仪式。咱造水的仪式呢，真慎重，啊嘛真盛大。虽然造水节活动是一年比一年较闹热嘛趣味，除了要照厝缅怀先人开垦八宝圳引水灌溉中华平原的辛苦以外，嘛希望会使照厝活动提醒大家学习珍惜水资源，爱护地球。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丽水采访报道。同款热热滚滚的，也有一个秀水乡的马兴社区哦，十七号是伫个一元古厝举办幸福三部曲的成果展，展现在旗舰计划福利化，甲营造农村再生等优秀的成果展示。震撼的战鼓声，将成果展现场气氛差甲热扑扑。幸福彩球，美景社区嘛来担任着领航者，带领着雅兴、头前、波伦、和平、金兴五个社区互相交流经验分享，建立起社区设立联名的机制。五 G 带小 G 的方式来辅导秀水乡五个社区的活络，五个社区的成长。今天呢，这五个社区呢，他把他们的成果全部拿到马兴社区的二期古迹二馆国子这边啊，来展示他们的这一年来的成果啊，给各位乡亲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做。一元古厝内面，嘛来展示真侪古早用品以及老相片。社区小朋友嘛先训练做这解说员，将阿公阿嬷的故事甲传承落去。是在讲说他们到彰化去玩，然后拍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照。然后他穿的衣服是过年时才会穿的。旗舰计划要实行真辛苦，需要社区乡亲全力协助投入，发挥家母带家囝的精神，将福利社区化的工作带入秀水乡每一个社区，让社区更加美好。大中华新闻林佩秀水采访报道。
好，过来来看花坛乡以生产万年花出名，花坛农会为着要来营销推广，除了成立这万年花坛的梦想馆以外，即马国家这学校餐饮科系来合作哦，共用这万年花来做个饼点心，邀请哦这在地学生社团来表演，和乡亲会当伫诶家一边食点心，一边听音乐。提供舞台给学生一个展现才艺的机会。除了好听的音乐以外，花坛农会还准备丰富的点心要跟乡亲分享。一边欣赏囡仔音乐演出，一边品尝用万年花做食材糕点，这就是花坛万年花梦想馆的全新服务。哦，张先生，因为刚好那个花坛它是茉莉花，原来茉莉花的故乡啊，啊刚好，配合梦想馆哈、哦，做一个那个下午茶的套餐啊，我所开发那个松饼哈、哦，啊把茉莉花带进去，把这个元素带进去，它做很多像茉莉花寿司，还有我们茉莉花苹果酱。啊，茉莉花苹果酱本身就有加茉莉花的。花坛农会表示，花坛一直是全台湾上大的万年花产地，农会用下午茶音乐会方式来提升万年花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嘛，和花坛囡仔一个展现才艺舞台。啊，是不？咱乡内这个小朋友哈、哦，有一个表现的舞台，大家会当借着今仔日这个音乐会哦，会当发现，即卖小朋友拢是多才多艺，吼、哦、啊，来借着咱这个舞台吼、哦、来，吼大家更加人更加侪人知影讲，吼、哦，咱乡内哦在教育方面其实是很注重的，吼、哦、啊，咱嘛希望讲咱农会哦，伫个这个教育方面吼、哦，配合会当更加落实。农会强调，万年花梦想馆成立到即马，对花坛万年花产业的推广已经袂歹，知名度佮成效。未来嘛将继续举办类似的推广活动，增加花坛农业的产业价值。多中华新闻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所在参与艺龙哦，即马等咧展出黄玛丽老师的春花作品。即马咱先休喘一下，广告了后，做回来去欣赏。